同学们，这节课讲一下舔狗的自我修养，看到没有？血淋淋的教训，警钟长鸣。如果你想当一个舔狗，你要舔的有技巧，你舔的没技巧就最后一无所有。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聊天记录。你在干嘛？洗头，让我看看。不回我，人没回他。如果是我们男的学生同学，你想见一个女孩一面，你应该怎么说？老师，我会说，我现在想吃一碗面。什么面？想见你一面。哦，思彤，如果当时有你这么会说话，也不会这么惨。被一个人牵动的情绪很烦，但是也可以很甜蜜。这句话呢，浪漫有余，但是不够幽默。如何正确的形容一个女孩很甜？怎么说？哎，老师，我知道。我被你点过的朋友圈就不是朋友圈了，那是什么？甜甜圈。哇、哦！哈哈哈哈！喜欢你穿这个，他的意思就是想让女孩穿这个制服给他看。用你，如果是我们男的选的，应该怎么说？老师，我知道，我会问他，你猜我喜欢什么制服？什么制服？我喜欢被你制服。哇、哦！我养你了，笨！不要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以为自己是阴天臭，过时了。如果你想跟一个女孩过一辈子，你得怎么委婉地跟她说？我知道，老师，我想找你借一个杯子。借杯子干嘛？因为我想借你一辈子。哇！以前是喜欢的多，但是现在只喜欢一个。这说了跟没说一样，该怎么让女孩相信你已经浪子回头了呢？老师，我知道。啊，我真的很花心，我喜欢三个人：从前的你、现在的你和未来的你。哇！不，我今天去输液了，输的什么液？想你的液。不得不说，这是王思聪说过了最无可挑剔的一句话啊！确实，当女生讽刺你有你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反驳。这时候应该怎么办？要岔开话题。我知道，老师，我都会说，请你把你嘴巴闭上。啊？他会说，哎，我没有说话呀。我就说，那为什么我满脑子都是你的声音？同学们，男人，你要么当霸道总裁，要么当舔狗。你既然选择了当舔狗，你就要卑微。如果一个舔狗你不卑微到尘埃里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舔狗呢？上网课的同学，一键三连，我教你舔。下课。